哎、欸，说好的穿铁丝厂的衣服哎、欸，想了。哎、欸。人咧主唱都无挂耳机，人咧要钱都无挂耳机。哎，不对啊，那是 USB 的，你插手机啊？我卖台湾款，我吹无，你到底是啥？啊，你听得清楚啦？你主唱，我主唱，发起啦！Thank you.
好可怜。这条歌英文叫做 455， 四点五的五分。这个时间有关系。英文歌叫 455。Yes。四点五的五分。我的五啦。你哪个五分啊？我一定好像手表快掉一点了。国语歌叫做《我爱你一万年》，也是跟时间有关系。但是这首歌很好听，你看这边，我只是要你要不要帮听，什么时间拢无要紧。我来那个，我要去后面放屁。搞砸了，而且你两腿一摊，我还射中要害。